早上呢，我们有提到啊，教育呢越来越进步了，教育越来越普及了。其实这样的说法很值得呢，我们来深思。教育真的普及了吗？现在所谓的普及啊，是有接受到义务教育，九年义务教育，但到底在九年义务教育当中啊，学到的是不是真正教育最重要的学问啊？这个又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假如教育越普及啊，那应该是人心啊会越来越善良，越来越受到启发才对。好，我们都觉得呢，以前的社会啊，教育比较不普及，所以夫子说啊，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假如一个东西真正的意义啊都不明白了，越传就离本质啊越来越远了。教育二字啊，我们同仁们呢啊一定要很清楚什么是教育。假如我们从事教育多年都不知道什么是教育，那我们每天呢在做什么事情？我们所做的呢跟教育相不相应？所以最近好像在招老师嘛，很多学校成立这个教评会是吧，建议大家面试的时候问一个问题，什么叫教育？你看哦，看这个读了师范院校读很多年的孩子能不能回答教育两个字。好，那诸位老师，我们自己能不能回答出来什么叫教育？所以说到这个面试啊，我就觉得很感伤，因为呢，想当年是多久以前？4年前，就是在这个应试的时候。我也是过关斩将，参加了甄试，结果呢，我们家隔着一条马路呢，就是一所小学，离我们家不到20公尺，害我很高兴，因为我假如考上了，哇，那每天可以回家吃饭。这个很方便啊，还可以回家睡个午觉是吧，然后再去上班。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的，学生随时都可以找得到我。他们知道老师家就在学校旁边。有时候一下课呢还可以分批分队啊，几个人都到老师家来坐一坐。我们有一位老师啊，他现在在教育界呢也是做得非常好。他就回想到他的一个数学老师，教了哪一题数学题啊，已经没印象了。但是在他脑海里，只要想到他的老师啊，就浮现的是呢，老师这个恭恭敬敬的在黑板写的每一条数学式啊。都非常工整，让他们印象深刻。你看哦，这个时候当老师在写字的时候，教育传下去没有？你看老师那种啊，对于工作谨慎认真的态度，就在传递给学生哦，他记一辈子哦。你看，记住的都是老师的态度。然后这个老师啊，每到
礼拜六礼拜天呢，都会让学生，只要你们在学业上有问题，都可以到老师家里来。那个时候啊，不止啊，没有收钱哦。来到老师家呢，都是吃老师的，喝老师的。而且这老师啊，并没有说呢，成绩比较不好的来，他说只要你愿意呢，都可以来。结果老师这一位老师他的记忆当中就是啊，他们一群同学啊，坐在老师家吃饭，但是因为去的人太多了，所以桌子不够啊，拿着那个拆下来的门呢、啊，然后呢放几个椅子哈、哦、当饭桌，好，然后一起呢围起来在那吃，香不香啊？哦，那个不管吃什么都香。啊，我记得在庐江汤池啊，刚好因为杨老师啊，他现在是空中飞人，这位老师空中飞人已经不是九点了哈、哦。空中飞人是杨老师啊，现在这个大江南北到处跑，常常坐飞机，很少时间呢在这个汤池，因为汤池刚开始的时候啊，老师有带了一批啊书法的学生，而这一批学生后来还学篆刻，短短学了六天的篆刻啊。刻出来是一般成人得学两三年才刻出来的功力，六天呢。但是这个有很重要的原因啊，是在老师先教了他们半年书法的根基，所以那个对字啊非常工整的那个意念很强，所以刻出来也刻得非常好。所以名师怎么样？这是一个原因哦，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些孩子都是有来历的，他们是桐城派的后代，啊，清朝桐城派啊，在书城、汤池、桐城，三个地方是桐城派，所以他们可能呢，上辈子哈、哦，一起相约哈、哦。文化被破坏成这么样子，好，我们一起下去吧。那个降落伞一跳，哇，技术好，全进去了，刚好都跳在这个汤池、桐城一带。诸位老师，我们的技术比较差，你看我们那时候一跳，台湾跳到各地都跳有了，大家回忆起当初跳的时候的意念没有？这一辈子你是来干嘛的？想起来没有？我记得那个小的时候啊，很小就有一个意念，我这一辈子一定要找一群人来，要做轰轰烈烈的事。哎，这个意念是不是偶然的？不是哦，所以我以前国中就有一群死党，死党呢。我记得还前一天跑，刚好台风要来的前一天，还跑到澄清湖去露营。说起来很惭愧，没学好《弟子规》，做一些让父母担心的事情，果然恶有恶报。好，那时候去露完营之后呢，租来的摩托车不见了，每个人要付5000块钱。哎，所以呢，你看呢？就很希望啊，有一群知己啊，一起呢，在这一生呢做有意义的事。但是随着岁月不饶人，慢慢的呢，年纪也一大把了，突然感觉到啊，人与人的价值观呢都在变化。随着他所遇到的人事物啊，哎，国中同学走的路啊，不尽然相同。后来呢，遇到
这我们儒道是三教圣贤的教诲了，开始人生的正念提起来，正气提起来，使命感也提起来，结果感觉到呢，在这10年左右的岁月，好像遇到的朋友，短短半年的时间哦，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已经5年、10年的老朋友那种感觉，啊，因为是惺惺相惜呀。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到海口啊，哇，这个海口很特别啊，它是一个移民城市。那个时候呢，是整个中国大陆10万人啊跑去海口，所以我在海口遇到的呢，有到东北的，北到东北，黑龙江，西到新疆，这么远的人都聚会一堂，结果呢，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们聚会在一起学习，都是缘分，我觉得很欣慰，在海口啊见到诸位老师们，因为呢，我们在海口见面呢，代表着我们过去生啊都是忠臣，因为只有忠臣才会被贬到活不了的地方。哦，你看以前的那个贬到海口，就差不多是死定了。但是有一些人死不了，有正气的人绝对不会死。你看我们读《正气歌》啊，这文天祥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之下，3年呢，连病都没有生。你看苏东坡先生被贬到海南去，他也活得好好的。所以我到海口去呢，非常感谢苏东坡先生。假如没有他，将近1000年前在那里布下的种子，我们去那里也是阿天雷，也是听不懂。所以你看哦，我们所做的其实都是我们的这些祖宗们呢，在前面呢都已经做好很好的铺垫，我们是承先呢启后。所以刚刚讲这一段呢，事实上呢，人生确实是有使命而来，而且也确实啊是有前世，也有来生，这一个事实真相啊，不关宗教，不关宗教。啊，其实一个老师啊，假如没有了解这个宇宙的真相，他如何教给孩子对人生的更大的格局？你比方说生死教育，诸位老师们，假如没有来世的概念，生死教育很难教啊，而且非常的局限。现在的轮回观呢，是科学来证明的。那我们的古圣先贤经典里有没有证明呢？在《易经》里面，孔夫子就讲了，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人体啊，精气神，神就是指我们的灵魂，精气为物，所以整个身体的构造呢，精跟气形成，还有一个神识。当这个精气这个物质啊，它已经坏掉了，不能再用的时候，这个神识自然就会再去找下一个，它可以啊，这个附在其中的物质，然后再延续啊，它下一个因缘，下一个生命，这个是孔夫子啊，在《易经》当中啊就已经提到了。然后在柏拉图，也是好几千年前，他的著作里面就提到这个灵魂出窍的实际案例。那我也常跟学生呢提到，那假如呢你骑脚踏车，这一台脚踏车啊坏掉了，
那要怎么办？诸位老师，脚踏车坏了怎么办？哦，要修理哈。我们在跟学生互动的时候，这个自己呢不能有预设的立场啊，因为学生他可能会有蹦出了其他的思维，很可能在借由学生的思维，我们可以给他引导更多的跟他人生生活相关的道理。所以我那时候本来心里是想，坏了就要换，结果学生是说要修理，哎，对，没错。啊，就好像人生病了，要去看好的医生呢，把病治好。但是，假如修了再修啊，还是好不了了，怎么办？哦，那当然了，就要换一台脚踏车。哎，但是要换脚踏车，要换好的还是换不好的？那当然要换更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有判断能力。我们。这个下一辈子能不能到更好的因缘去？诸位老师，摆在我们眼前的因缘呢？你看，有人哦，还有什么？有神哦，还有什么？有佛，有菩萨哦，还有畜生哦。哎。眼前摆在我们面前有这么多条路哦，请问我们会走上哪一条？你们怎么都这么无辜的看着我？你们都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啊？我们的学生会走到哪一条去？那学生还小啊，不对，生命有多长？这个是事实真相，这个是真理哦。但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关照到这个真理随时会发生？而我们当我们的孩子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他能有好的去处吗？这个是攸关一个人人生很重要的问题。而我们教给孩子的，往往是他一辈子都用不上的东西，而随时有可能会攸关他人生关键的道理，我们到底教给他们多少？所以佛陀问弟子啊，生命有多长？有说30年，有的说几年。生命在什么？呼吸之间哦，一口气不来哦，死生事大，死了以后下一辈子去哪里很重要，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死后去哪里。因为我们冷冷静静来观察一个事实：人生哪一样东西带得走？万般将不去哦，哪一样都带不走。我们人生几十年，往往都在追求那些带不走的东西，而那个智慧福分呢？可以带到下一辈子去，我们不去追求这个影响我们生生世世的东西，往往都追求这个带不走。从来富贵都是梦啊！所以有一个老人，这个去世了，到阎罗王那边，就给阎罗王抱怨。说你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就把我叫来了。阎罗王说：“我跟你打招呼了，第一次呢，你发现自己眼睛好像蒙蒙，看不清楚了，有没有？”我说：“有啊，我跟你打了第一次招呼了。”哎，后来呢，你的耳朵是不是快听不清楚了？哎，那是我跟你打的第二次招呼。哦，再来呢，你的牙齿是不是都快掉光了？那是我给你打的第三次招呼，你怎么可以说我没给你打招呼？结果后来又来了个年轻人，他就跟阎罗王抱怨了，说：“你看他老了你都有给他通知，你看你都没通知我。”阎罗王说：“哎，你们
东边那个村庄啊，有人呢二三十岁就死掉了，你记不记得？我说记得。对啊，那个是我给你打的第一个招呼啊。哦，连西边那个村庄啊，有的人还没这个还没十岁就死掉了，啊，有没有？记不记得？有，那是我给你打的第二个招呼。还有的那个胎儿一生出来就死掉了，有没有？对啊，这个都是我给你提醒。人生是什么？人生是无常的，随时无常都会面临。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能不能无有恐怖的面对死亡？以至于当他的家人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能不能非常理智的、非常正确的去面对自己家人的死亡？你看到现在有多少孩子因为自己的至亲死亡造成内心的阴影、人格的影响，有没有？有。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感觉到孩子这个人格的状况、心境的那种障碍？我们感觉不感觉到孩子的心？好，所以我们现在很冷静哦。当父母母的了不了解孩子的心在想什么？啊，当老师的体会不体会得到孩子现在人格有哪一些需要我们正确引导的地方？我记得我在中学的国中的时候啊，我有一个长辈啊去世了。这个长辈的德行很好，所以他这么年轻就走了，对我来讲打击很大。那个时候呢，我都睡不着觉，因为我想不通。那个时候呢，睡不着觉呢，还跑去跟爸爸妈妈急。我是老幺啦，所以呢，这个对爸爸妈妈比较依赖。结果后来呢，没有这种生命课程呢，但是我自己啊，说服我自己，说呢，可能这个长辈啊去更好的地方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心呢才比较释怀。啊，确实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所以我们所做的善，往后一定会赶来很好的果报。所以诸位老师们，人生绝对没有吃亏的事情，所以能吃苦能付出，难行能行，难忍能忍，那是幸运幸福的事，而不是苦差事。所以我们面对现在的社会状况啊，正是我们积德行善、积功累德的好机会，而不是我们在这里唉声叹气啊！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好，所以你看，人生呢、啊，这个幸福、快乐还是悲伤啊？天堂跟地狱啊，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这个轮回的真相啊，在现在的很多西方的科学家做了很多研究啊。大家假如有机会啊，到书局去，您找轮回的真相的书啊，可以找到几本，一桌都是哦，而且那个都是用科学实验证明。所以因为我们了解到有过去生有未来世，整个我们人生的格局啊就会打开来。你看现在人为什么心胸没有办法放宽，他就觉得就是只有这一世，死了就没有了。所以人往往不了解这个真相的时候，这一生想反正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所以他肆无忌惮的放纵贪婪，不知道造成多少家庭的悲剧，甚至社会的危难。
所以只有这一生呢，这个也是邪知邪见呐。好，那在西方这些科学家的研究当中啊，其中有一个个案呢，就提到，有一个小女生呢，她才4-5岁，她印度人，刚好她的父亲呢带她经过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小女孩呢就对着父亲讲，说那个进去这个村庄啊，就是我以前的家，好，然后就把那个家呢讲得非常的清楚。他爸爸就很纳闷，居然这么不可思议哈！所以他父亲后来呢，就找着这些研究专家跟着一起啊，顺着他女儿讲的这个方向啊，这个地点就去找，结果真的就找到了他女儿前世的家。结果他女儿之前呢，就是这一户人家的母亲，所以一进去之后啊，他前世的亲人呢，他都认得出来，都一一啊把名字都叫出来了，这样的个案非常的多，能记住前世。诸位老师，你们记不记得前世？都不记得了哈，哎。但是你们有没有遇到一个人，然后就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熟，哎，明明是第一次见的，怎么这么熟，有没有这个经验？对呀，哎，有一些人就跟我们好得不得了，才见几次面哦，就觉得是知己了，那这个都是跟前世的因缘有关系。结果后来科学家就他有两个儿子，另外一个儿子还没回来，所以就要印证，给他考试。所以这个儿子呢，就带进来以后啊，就说他，啊，这个是你哪一个亲戚？不说是他儿子。结果这个小女孩，你看才4-5岁啊，马上呢斩钉截铁说：“你们别骗我，这个就是我儿子。”而且啊，这么小的小女孩，她的前世的儿子都已经呢，是成人了，这个小女孩在面对这个成人讲话的时候啊，就像她是妈妈一样的那种语气，非常的慈爱慈祥。结果后来啊，又进一步呢要测试，就找她的先生来，然后就说你们有没有只有你夫妻知道的事秘密，你还记不记得？他说我记得，前世我的先生偷了我1200块钱卢布。他先生吓了一跳，哎呦，居然他都知道我偷啊。这个事情只有他们夫妻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所以从这里我们要了解到，人生绝对没有占便宜的事情。以前拿人家的东西，下一次缘遇到了还得怎么样，要加利息，还有要加上这个通货膨胀，真的不是假的，物价指数的变动都要加进去。所以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个会越欠越严重。所以诸位老师们，我们这一辈子要一个态度，不要再跟人家结恶缘了。那人家欠我们的怎么样？你们怎么这么不阿莎里？别人欠我们的就算了，在那里讨债还债累死人了。我们这一辈子呢，什么都不去强求了，我们只求呢，能为家庭，能为这个社会付出什么，这样的人生好不好？单不单纯？充不充实？真的假的？哦，你讲的都叫我只付出，那我不是多吃亏？其实啊，真正我的人生目标只有付出啊，那样的人生呢，太美了。因为你是真诚的付出，
就会赶来人家真诚的回报啊。你假如很吝啬的只付出一分，那个赶来的会很小啊。你看许哲女士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她照顾那么多的人，然后那个记者问她说，你都这样照顾自己，那谁照顾你？大家记不记得那一幕许哲女士的回答？你看她笑得很高兴，对吧？她说，哎，我不用照顾自己，老天爷啊来照顾我。什么是老天爷？老天爷就是真理啊，真理就是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所以你看许哲女士说到呢，她冰箱她从来不买菜啊，但是冰箱里面呢随时都有菜。大家要不要去打听一下那个冰箱是什么牌子的？哦，就像饱和一样哦，随时会自己长，不是这样子的。哎，当时我们听了很感动哦，哇，真好，对人好，你看果报很好。这个是啊，听了以后呢有感动，但是当你真去做了，那个感动更深。我们记得我当时候刚到海口啊，然后这个就对着这些朋友们啊，就开始跟他们分享弟子规，分享中国文化。那其实呢这个一回想起来啊，这个满心都是感恩。当时候我们只身一个人在海口啊，假如没有他人的帮助，那我们就混不下去了，可能现在我不知道流落街头在干什么了。那个时候杨老师呢在北京，我在海口，他说叫我自个回海口自生自灭，但是我们的内心很相信四海之内，大家相不相信四海之内这兄弟，相不相信德不孤？诸位老师，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交流，印证了德不孤。你也比较大声的，是吧？你看这么多的人，都是一心一意啊，在为教育、为我们的社会付出。所以后来回来的时候啊，其实我心里啊也没有任何的担忧。我们对真理有信心。那杨老师呢又交代说到，这个你在讲课的时候啊，只想着呢先讲三百场，其他的事就别担心。假如呢没来多少人呢你就讲，假如一个人都没有你还是讲，最好能讲到呢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呢，那个椅子还可以跳起来说，讲得还不错，那个就很有感应哦。哎，我们心里已经准备好了，半个人也没有也照讲，已经做最坏的打算，所以呢，只要有人出现，我们就会欣喜若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这十几个人来哦，我们就觉得很安慰。结果有时候刚好有一些老人家七八十岁来听课，听完之后呢，我们就很感动，就赶快要走下去呢，跟这个老者打打招呼啊，感谢他来支持。结果一走过去啊，跟他聊了两句，他都没有给我回应，然后就讲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因为他是海南人，他听不懂普通话。所以他坐在底下坐了2个小时都对我笑，然后他听不懂普通话，所以我们感到更加的那种感动欣慰。你看这样的老者连听不懂都来支持我，他那种笑容我都还记得，坐在左前方那个位置，
他那种音容笑貌无在面前，所以我们时时啊，把别人对我们的提携呀，啊，对我们的祝福，对我们的成就，我们时时放在心上，啊，都是啊，活在感恩的世界里面，哦，那这个时候啊，人生就会觉得很快乐。但那时候刚好去啊讲学，也讲了几个月的时间哈。结果后来讲完课呢，一走进厨房啊，都会有很多菜哦，水果也会跑出来哦，好排两排哦。哎，我们也不知道谁拿来的，突然呢再想起许哲女士那一句话，不知道谁拿来，我们的感受不一样。我们终于了解到呢，为什么拿来的人都不让许哲女士知道？因为啊，许哲女士是无求的付出，所以他们感觉到无求。所以当他们呢要感谢许哲女士的时候，他们也无求，他们不需要增加许哲女士心里的负担。啊，他怕说啊，知道的是谁啊？还想说，哎呀，真不好意思，还欠人家人情，所以他们都不讲，啊，他们也都不说。你看我们现在呢，送人家东西的时候啊，生怕人家记不住哦。啊，你看拿着茶叶去，这个茶叶可是阿里山最好的茶，我特别去买给你的，啊，然后就放在面前。拿人情不是，吃人嘴软，我交代的事你可要给我好好办。所以你看现在朋友之间呢，啊，交往啊，可能都有某些目的，而不是那种无求的道义。其实当人与人朋友之间相处都有目的的时候，累不累啊？累啊，很有压力啊。所以那样的人生啊，那样的人与人关系啊，不舒服不痛快，无求的付出啊，那种人际关系是最痛快的。所以我们感觉到这里的时候啊，更珍惜彼此那一份无求的朋友的情谊。所以刚刚讲到呢，人生假如呢都是呢只求付出，那个往后是非常美好的人生境界。我们很多老师啊，从大江南北来，结果他们还没付出的时候，就已经得到广大人群对他们的爱护。因为这个时代啊，太需要恢复这些圣贤人的教诲，所以有非常多的长者啊，他们期盼年轻人来承担，所以一看到年轻人要承担了，他们就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呵护啊，有最好的水果粮食啊，都运到我们中心来，所以我们对这些长者都非常的感念感恩，所以不敢懈怠，要对得起人家的真诚。那刚刚跟大家讲到，你看这个小女孩回想到前世她的先生给她偷了1200块钱卢布，所以这一辈子不要再占人家便宜的念头。也后来呢，她先生呢又娶了一个太太，那个太太进来了，一个这么小年龄的小女生看到这个女士的时候，突然露出了嫉妒的眼神。哎呀，诸位老师们，我们静下心来感受一下，当人那个眼神是嫉妒的时候，舒不舒服？你看这样的人生态度好不好？不好。所以我们有没有帮助孩子放下嫉妒，懂得去欣赏别人，懂得去向人学习？你看啊，当一个孩子没有受教的态度，当一个孩子有嫉妒心，请问这个孩子人生有没有可能幸福？
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哦。所以诸位老师，这《弟子规》的每一句金句啊，都攸关孩子的幸福与否。他没有这个心态的时候，他这一生保证不会幸福。哦，你看《弟子规》当中讲到，人所能，勿轻之。人家有能力的时候啊，不要嫉妒，应该要佩服，应该要效法学习。好，所以《弟子规》这个心态啊，每一句都是心态。好，因为我们假如了解到啊，这个有前世的时候啊，就可以体会到人的才能呢，他不是这一世啊才修来的。所以应该要好好啊，在当下努力啊，你的人生会越来越好。所以物自暴，物自弃，圣与贤可循之啊。所以要告诉这个学生呢，这个人生啊，跟读书一样，读得好哈，可以升级；读得差强人意呢，没什么进步呢，会怎么样？会留级，读得不好啊，太差了，越退步要怎么样？降级啊！诸位老师，我们下一辈子会不会升级？什么是下一辈子啊？什么是下一辈子？后一秒钟是下一辈子，前一秒钟已经是前世了。所以我们现在所努力的种下的种子，可能在我们这一生呢，它的好的结果啊，就会浮现出来了。所以在历史上啊，有一个读书人呢，叫黄庭坚。这个黄庭坚呢，刚好有一天做梦啊，梦到呢，他到一户人家去吃芹菜面，他吃得很高兴，然后吃完以后啊，就醒过来了。结果醒过来以后啊，还感觉到呢自己的嘴巴还有那个芹菜的香味。后来几天呢，又重复做这个梦，他就觉得很好奇，因为梦境啊太清晰了。所以他就起了个念头啊，要去找找看呢这个地方。结果后来啊，他就真的找到了，然后就找到一户人家，敲门呢，出来了一个老太太。他就跟老太太交谈完了之后呢，就了解到啊，前几天呢，是这个老太太她女儿的忌日，她女儿啊20多年前呢去世了。因为女儿特别喜欢吃芹菜面，所以每一次忌日啊，她的母亲都会煮一碗放在她的这个牌位面前。好，结果聊完以后啊，因为这个黄庭坚先生呢，他也学佛，所以就可能就感觉到啊，这一个老人家呢，很可能就是啊他前世的母亲，而且他也刚好20多岁。结果后来这个老太太聊着聊着就说了，我女儿生前呢特别喜欢读书，你看这些都是他以前的书，然后其中有一个书柜啊，还有他写的文章啊锁在里面，然后钥匙不知道放在哪里，我也不知道。这个黄庭坚先生呢，听到这里呢，他就浮现很熟悉的影像，他就自己啊去找，结果就把这一只钥匙啊给找到了，然后就把这个书啊书柜打开，看到了他前世写的文章啊，他叹了一口气，哎，怎么跟我啊这一生啊去考进士的文章啊写的差不多？所以你看他读书的功力啊，什么时候形成的？过去生积累过来的。
所以诸位老师，我们假如不了解这个真相，你看看到人家读书读得比我们好，怎么样？很嫉妒。哎，这个故事告诉孩子别嫉妒了，人家都是以前呢很好的耕耘啊，然后你这一辈子只要好好下功夫了，你会越来越好。所以后世有一个读书人袁枚啊，看到这个公案就说到：“书到今生，读已迟。”但是诸位老师，虽然哈、这人的道德学问呢是前世积累，但是只要肯用功哦，也可以在一生当中哦有很大的成就。好，你看在夫子的弟子当中啊，夫子有评论到生也鲁，哎，真夫子的他的这个素质啊是驽钝哦，不是很聪明哦，是吧？你看我们都从小到大哦，老师给我们的评语有没有说鲁啊？都没有，都是聪明活泼伶俐哦，所以我们的素质并没有比真夫子差哦。所以真子能够从驽钝呢，最后呢得孔夫子的真传哦，真子叫宗圣哦，这个宗字是得其心要叫宗哦。你看哦，这一些道理啊，在《论语》里面都有，半部《论语》治天下哦。所以人哦，好好努力啊，这一辈子会提升哦，不然会堕落，会降级哦。所以在天津呢、就有一个老太太啊，她的儿子啊，年轻的时候去世了。这个是现在的人发生的事情。结果他的母亲呢也蛮思念他，有一天就梦到啊，他对他说啊，儿子对母亲说啊，说母亲啊，我现在在某某佛寺，我是负责看门的。结果讲完以后啊，他的母亲醒过来啊，就跟人家打听啊，果然有这个佛寺啊，他就拜托啊这些修行人呢带他一起上山去。结果就找到这个佛寺啊，这母亲呢心里很急切啊，就问着这个方丈说，你们的门房在哪里？这个看门的人呢都会提供一个房间给他住啊，门房。方丈先生说，我们没有门房啊。母亲问啊，那你们谁看门呢？有没有人看门呢？方丈说，有啊，看门的是小虎啊。结果他一讲小虎啊，这个母亲呢全身起鸡皮疙瘩，因为他的儿子前世的绰号就叫小虎。然后接着呢，方丈说的，但是他是一条狗啊。啊，母亲一听啊更心急了，你带我去看看啊。结果方丈带到门口啊，就看到那条小虎，小虎一看到母亲，母亲一看到他呢，两个人都流眼泪啊，抱在一起痛哭啊。所以佛门讲啊，人生难得啊。诸位老师们，我们这一生当人哦，难不难得？真的回去要哭个三天三夜，好难得哦。好，我们这一生两个人都做人哦，在统计学上叫奇迹，可以互相祝贺一下哦，太好了。大家冷静去想一想，我们不要看其他的法界的众生有多少，我们看我们最直接的感受得到的畜生的众生有多少。你看一个原始森林哦，里面的某一种蚂蚁，你看那个亚马逊河在那个几千年的树下，那一窝密密麻麻的蚂蚁有多少数目，数都数不尽哦。
所以一个原始森林的一种蚂蚁的数量很可能就超过人类的总数。那请问畜生道的数目是人类的几倍？没有办法计算哦。你看很多人晚上到森林去，昆虫很多都是夜间出来，你看到那个密密麻麻的虫在那里爬。好，所以人生难得是真的，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人的机会让自己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境界。而这一生呢，又能够当老师，那更是难得。当老师能够在这一生积累非常多的功德福分，因为老师能把正确的观念传递给学生的话，改变的是一个学生的命运，甚至是他的家庭的命运，以至于是他生生世世后代的命运。所以老师是很好积功累德的行业。那我们刚刚这句话还没讲讲到的君子之间都是互相善相劝，但是呢劝完以后走出教室，走出这个门，绝对不会互相在批评，在传对方的过失，所以退而相爱。虽然对方有缺点，但是我们一心一意去帮助他改过。对其他的大众的时候，我们只讲他的优点，这个就非常厚道。但小人于为乱之上相爱也。你看历代一些奸臣当道的时候，都是一窝的人都在那里陷害忠良。但是我们冷静去看最后这些奸臣为什么会败？等到他们拿到既得利益了，结果彼此又有一些利害冲突，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狗咬狗。你看，以为乱之上要陷害忠臣的时候，很好甚至于还会义父义兄以兄弟以父子相称结果最后都是互相残杀。为乱之上相爱也，退而相恶。所以这个君子小人之间都在我们心态的差别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闻欲恐，闻过心，这样的谦卑能接受别人劝告的心境，就是决定了一个人这一生家业事业能不能有成的关键所在。假如这个心态没有呢，那这一辈子绝对会败。我们希不希望我们的学生败？绝不希望。你看诸位老师，人的眼睛只能看前面，看两边，两边看清不清楚，后面呢更看不到了。所以你看，假如今天后面有人正拿着一个榔头要往我的头垂下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诸位老师们，居然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榔头快下来啦，还剩一秒，我完了。你们怎么都没有良心？这个时候你们应该是不是？我突然就怎么样，哼，逃过一劫。所以人生要有受教的雅量才能逃过人生好多劫。好，这一节课呢，先谈到这里，谢谢大家。